开始了吗？开始，开始，开始了吗？开始，开始，来了吗？看到了吗？开始了吗？看到了吗 ？OK。嗨。嗨。嗨 ，everybody。大家好呀。我们来打个招呼吧。啊，来来来，大家都进来了吗？先右手。记得啊。记得啊。右手。OK，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大家都进来了吗？ Yeah. 다들어왔어요 yeah. OK， 好，인사드리겠습니다。我们来一起打个招呼啊！三、二、一 ，V V。大家好，我们是维生 B。哇，别来无恙。对，别来无恙，维生 B。对，大家好，我是维生 B 的小俊。大家好，我是维生 B 的李永新、星星、I Ten 都可以。大家好，我是李。你真的想变成我啊？李洋洋，李洋洋。大家好，我是威神 B 的洋洋。哎，嗨，大家好，我是威神 B 的坤，乾坤，暖暖，小魔。再来，继续。小什么？小蛋魔。小魔。小蛋。小蛋。小暖暖暖暖，来下一个。Hello， 大家好，我是董思成，因为。耶。耶。大家好，我是威神 B 的 Henry 黄冠腾。OK。有人想 add 你的 AKA 吗？哦、oh, ，你的 AKA 现在可以吗？现在啊、还不行。我们拍了，没人知道。不是，我的本来有的什么小猪，有起新名字。我 DJ 代号董思成 ，AKA Win Win，AKA 小鸡，小鸡，小鸡。那就是什么？啊 ？AKA AKA whatever you say， whatever you say， Oh my God。这个真的是久违的，我们六个人在一起这样直播啊！第一次，是吗？是啊，不，今年第一次，今年第一次，对，是啊，真的很想念大家，很想念大家。那最近过得怎么样？你们？最近啊，我们俩，我们是昨天见过吗？这是 man 啊！对，其实明明他是刚回来不久嘛，对不对？对。我刚回来不久，那回来都做了些什么呢？当然，我首先回来之后。我点了心心念念的这个炸鸡，然后呢，就是大家一起吃，就点了菜，就大家为了欢迎我，点了很多中国菜，对对，然后我们一起畅聊了一番，对，畅聊一番，畅聊，然后我也参观了我们这个公司，对，我觉得很壮观，就是我一进来之后，哇，狂亮，而且每一层都感觉那个主题不一样。包括我们现在直播的这一次什么主题？你是有点像每一个省，一楼什么？一楼没什么区别。我们一般都去的是地下停车场。啊，就是说你还没去过一楼是吧？对，有空去一去。你上去过那边吗？没有。我看看有个东西啊。但我们这里特别像，他这边说什么艺人的游乐园，就二人拍摄场，对，这一层就是一个 studio 的一个风格，就很棒。对，然后呢，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哪一层或者是什么的？印象深刻，就我们练习室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我觉得那个很，因为厕所贼棒，一个氛围。哦，厕所贼棒，就是一个一个，而且还有单干净的牙刷，对，刷牙的地方，还有刷牙的地方。厕所是一个一个的，可见。是吗？你以前用的都是什么？烟就是很，大家可以来参观一下。对啊，就有分刷牙还有其他地方这样子。对，没错。那这大家也是久违的相聚嘛，对不对？对，咱们真的久违的相聚，有没有什么感受呢？我觉得这是他对于我们五个人，还有我们五个人对于他。OK， 先他说我们每个人，然后我说他一个人。你分离很久了。哎呀，我觉得就见到大家，我感觉跟之前一样，是吧？没有，就是感觉见到了之后，还是大家都很。活泼啊，然后大家变化就是，首先就是映入眼帘，就这个头发颜色不一样了，是吧？头发颜色不一样代表着什么呢？大家心里都清楚，可以多期待一下， okay, 对不对 ？OK。那现在由 Ten 来说一下 Vivi。我觉得他更开放吧。更开放。哦。越来越放得开了。开了。开，我觉得本来是开了10%，现在开了。
开了60%，因为最近他更有这样。他飞拉回去打直球、哦、你可以问他们你觉得我们有什么变化吗？问你不是问了吗？啊，现在我问你们在这个下面给你写一下，你们大家觉得我们有什么变化吗？觉得我们头发变了，变帅了，没变化，变化了，变年轻了。谁？你为什么要加个重音？为什么加个重音？变化了。对，的确，文明这次回来就烂梗多了。变化了，数学，谐音梗特别多，最近。看你看到。好多人都说我们长大了。哇，文明好嫩。哎呀，谢谢。对呀，我们长大了。哎呀，我现在跟 Henry 就差一岁呀、啊、，Henry 啊。对，你18，我17。哎呀 ，bro。肖俊瘦弱了。瘦弱，哎，在生育期间最近是有瘦。瘦弱是什么意思？我拉肚子。对啊，没怎么吃东西。哦、对，吃了就拉。你没关系吗？现在？没关系。没关系。吃药就会。他们说肖俊被弹幕挡住了，你应该去前面露个脸吧。他们说。没关系，是。他不挡了、嗯。然后你俩一起被挡。其实大家如果竖屏观看的话，就不会竖屏观看的话就不会挡住了。啊，就是想要德军去前面把灯关了，弄个帅帅的，然后这样子给人家截图一下呀、啊，你别无心戳破他的梗啊。啊，那你去吧，去，快。你没穿鞋，你去吧。我也没穿鞋，现在。原来如此。其实拍不到脸。哎呀，我也没穿鞋，对不起。哎呀。薇薇，你。哦，对，薇薇，你去，我们上次全部人都做过一次。你做过什么？就是去前面，然后这样子做一些 pose。对对啊，真的，真的做了，真的做了。谁？真的。你去吧。你是没有看我们的直播？看了。哎，肯定没有，绝对没有。看了。去前面潜水，去飞机，两边。对啊，两边。去前面读一下评论的意思。对。然后认真的回答他们，这样子。再近一点，再近一点。Oh, yeah. 啊！吓死了！来吧，哈哈，发射哈！他们说他夸我们发射很好看，哎呀，别问。发射。好 ，OK。哎，有人说薇薇可不可以给所有成员抱抱一下？哦、oh, ，可以。薇薇变这样了，怎么变这样了？啊？什么时候才变这样了？你想啊，又变了变了。我怕他说出来。哦，羊那个羊谁通关了？什么意思、啊？哎，通关的人举个手。有一个游戏叫、哎、通关的人举个手。有一个游戏叫羊那个羊。看到你加油的。通关的人举个手耶。这个。但是我也懂了。不是，主要是我想拿这些时间去练习读书，你知道吗？对啊。我是这样的想法。我都去拿这个时间去写书。对，我会看很多书。我都拿这个时间去写歌，你知道吗？我太聪明了，你知道吗？对啊。太聪明，5分钟就过了。那你们。我接不下去，不好意思。那我们玩游戏吧。玩什么游戏啊？玩什么游戏啊？是这里他们有准备一个游戏，这是我们昨天。这不是游戏啊。这是我们昨天发给工作人员的我们的个人的 TMI， 然后。哎，这个还没，前面的是这个。你好好看，他说每位成员抽取一个提问，根据情况可最佳抽取。哦，是的。每位成员抽取。那行，那你就先玩这个呗，多每个人发一个呗。先抽哪个？这个是 TMI 还是问题？天天我的抱抱，那我就他的抱抱，我的抱抱。来，抽吧。你真的不参加？你很讨厌我啊！我不讨厌你哥哥。Oh my god！ 不讨厌，他第一次叫你哥哥。哦哦，我不讨厌你。Oh my god！ 来，随便来，宝贝来吧。来，随便来，这个。我的这个，他
好的，我说好了，那德俊先吧。来，德俊。哎，最近每天晚上都会吃宵夜。哎呦，是谁的？看底过新闻。最近每天晚上都会吃宵夜。我减肥了。你减什么肥？减了。你减哪来肥肉啊你？都不是我，但这个不是我写的。好，那是谁写的？写什么？每天晚上都会吃宵夜。最近每天晚上都会吃宵夜。我哪有每天晚上吃？我最近没吃啊。我就减肥呢。不是昨天你吃面吗？我就没吃啊。洋洋。洋洋不是你们去印度尼西亚的时候不是每天都吃宵夜吗？我没有最近啊，我是一直我出生到现在几乎没断过。我也是啊，没断过。断过。Attention please。我们要每个人都要猜一个人哦，然后才能知道谁是第一名。就是你猜是谁，你猜是谁，他站着抢波波。OK， 那你猜这是谁？对，猜谁？你猜这是谁？你说别说你又不是，我又要给他第一名。Okay. 他第一名的话可以得。他在站着抢，我觉得现在。来啊，那冰冰啊。啊，这是冰冰。冰冰 ，OK OK， 我觉得冰冰，哎，我觉得冰冰吧。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空哥写的。你觉得？我觉得 Henry。Henry， 你觉得谁？我也觉得 Henry。哦，对，但是他是你刚刚说是我写的。他的脸现在，我是 Henry， 我是 Henry， 你是 Henry， 我是 Henry， 你说了，杨，我说我自己，他刚刚骂我是吗？OK， 这一局的赢家就是 Winning， 我怎么一点也不开心呢？每一个队的你都可以去崩了，不是，最后，最后吧，最后不是最后 ，OK。我把夏俊的话拔了出来，跟话聊了一天两天，我觉得这个有一点这个，你读一下，有这个问题、啊。哎，我们用英文讲一下，就是给那个 Instagram 粉丝，就是this guy took out 夏俊's flower and talked with the flower, so it wasn't a plant, and he took it out and talked with it. 疯了，谁疯了？说。Win-win， 我知道 ，Henry 啊 ，Henry 啊，哎呀，你不要带节奏，就这样吧。对，因为这个其实是有故事的。你知道当时我们聚会，然后呢，大家因为就吃得很开心嘛，然后就小酌了几杯，然后其实我是不记得，是后来杨洋说。你干嘛把小俊的话拔了出来跟他聊天？我说有吗？我真不知道哎。啊，靠！这里我可 flower 长得一路飘过。你回来的那一天。对，好像是对。开心了，先给 Ken 是不是？先人长嘛。忙什么？其实不是，我不记得是杨洋告诉我。记得这件事情。我不记得这件事情。花个五。对，来下一个。我的 TMI。嗯。买了衣服，但是有个洞。买了衣服，但是有个洞，我已经写完了，或者是这个。啊，是吗？但我觉得会说这个的应该只有。微微，因为微微他说最近冷买了些衣服，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买的有没有。我确实买了衣服，是吧？嗯。那是不是你有个洞？你得猜嘛。我猜什么？是你哦。我猜谁哦？哎呦，我猜天喽。哎呦，阿猜。我觉得是阴阳。哦，有阴阳。我有。但是，我没有买衣服。OK。公开3、2、1，新谁写的？Congratulations！ 你写的，他写啊，你写啊？对，他写的话哦，为什么？这个跟前面那个其实很对应啊。买了很多植物放在房间，有花卉，有绿植，每天回家看到它们都很满足。别让我看啊，都花了。花出来많이사서방에花는데꽃도있고초록식물도있어요매일집에가서화초를보면너무만족스러워요 OK, Henry 자不是你们先说是谁微微你要讲那个先说是谁没有我要解释我跟 Ken 绝对不会讲花卉这个字对我也觉得你们先说是谁吗就微微没有花的作品是啊是我对还是有花没有水对，你知道我昨天我发到群里面，你没有看吗？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去微微的房是那个、啊，你先讲完，我再说。我就是我去到，我知道微微他有一天买了很多花回来嘛，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去他的房间找他，本来说一起打游戏，然后我进去看，有花哦，然后我认真定睛一看，一滴水都没有，就是
就是那个满壶台，他就放在石头上面，一滴水都没有，真的。这是个树干吧？你看我发到群里那个。这个你要放水，我也有。我发到群。是吗？我是可以给大家。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了。你看，你把它三盆。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是我拍的。这样的。这是什么？就一滴水都没有。Like、yeah. 然后我还发了这个他的作品的名字。哦，他还发作品名字。明明的慌。可数我了。可数我。我想说这个，因为这个是我当天刚到，我就刚把它摆在那里，然后还有人正好进来了，我当时还没来得及浇，但是另外两盆被我养的其实还挺好。没有，就是我不说的话，他没发现。那你回家的时候再去看一下有没有放水。不，我说完之后，他立马说然后就立马加了点水。啊。很充实，很充实。看到这些绿植，可惜我巴西木就是这样。OK， 就是很 lucky。OK， 来 ，Rain。哦，在印度尼西亚的第四天，我把一个难度很高的手机游戏全部打通关了。OK， 三二一。哎，想都不用想。哦，等一下，然后肖俊啊，肖俊，对，他在说在玩一个游戏，他一直他从飞机上一直玩。是吧？对，你打扮游戏真的太好玩了。对，可以。那个，但是你有别，你有更好的贴吗呀？是吗？这边。啊！我想说。OK， 是我们在飞机上吗？我们去哪里？去印度尼西亚。不是啊，去Tokyo。啊，Tokyo。然后我跟坤，我们是在Potato juice， 你可以不是，我们那边是拿了一个、apple juice， 然后呢，就是它其实长得很像香槟，对对对，然后呢，就肖俊他是刚刚上飞机，马上就找一个空乘人员要了一杯 wine， 一杯红酒，因为他以为我们两个在喝香槟，对对，不是，根本就不是这回事，我没有看你们我才喝的，我就是想喝 ，OK， 我根本没有对吧？ Okay. 但是那你为什么沾？哎，这个是 juicer。然后最搞笑的是，我们当天下了飞机之后，立马去练习室嘛。然后我们练舞，然后他说我有点晕。最搞笑的是这个，最搞笑的是 Ten 在旁边一直起哄，弯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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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 Ten 两个人弯下弯下弯下，然后他就真的哦算了，然后一直睡。然后弯下之后呢，一直睡到的是快要就是要下飞机的之前，不是降落之前要起来嘛，要把座椅调好嘛。然后空姐一直叫不醒哦，是我叫他的声音哦，就在旁边这样子叫他，我也在旁边一直摇他腿，醒了，然后他才醒来哦，那是很可爱的，很可爱啊。对，let's get it。哎，你不是说就剩你一个了，姐姐？没有，剩一个。我今天早上吃了嫩豆腐汤。嗯。오늘아침에순두부지给먹었습니다。OK， 这个真的很贴麦。真的太这个也太贴麦。这个贴麦。这么说，我真的想了很久，我想不到。我今天在 shop 的时候，我看到很贴，是吧？上次你说了什么贴麦啊？我真的一个都想不出来，我真的没有TMI。TMI 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们不是每天都很精彩，不是每天都很好玩的。就有时候我们就练习完回家，洗完澡就睡，对，就这样。我们真的想不到。而且最近真的是很忙，很忙，真的真的很忙。我们这个就真的就是没有时间去丰富自己的生活，都是在忙工作。没错，生活很丰富啊。你的当然丰富了，他的每天都很丰富。对呀。猜对最多的成员获胜，可以指定一个成员在直播结束的截图时间里摆指定的 pose。我们直接指一个人啊！对，不是我赢了，我赢了，我赢了，我赢了。对，你赢了。对，你对，你赢了。我指定 Ken， 维维，看我指定 Ken。哦，对，猜对最多的成员可以指定一名成员的。没有人赢啊！中文啦，没有人赢啊。他赢了，他可以决定一个人跟他去前面 pose。我指 Ken 啊。Yes。OK可爱你要指定他 pose，可爱可爱，你要说什么 pose？ 就是哦，前面是哦 ，Instagram。哦，好，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环节。下一个环节。
员抽取一个提问啊，来看这个提问，然后回答这个问题。好，这是粉丝我们的微真里面发来的这个提问呢、啊，okay. 咱们来抽取一下吧。Let's see， 来 ，OK， 来，抽抽签。慢慢来，工作的时候有没有点痛苦的时候？这种时候除了靠热情支持，还有什么小方法吗？打工人很需要一些小帮助。哇、哦，一起忍住。哦，对啊，要忍啊。不是你要给他们一些啊，我去，哦，我去，是我的。啊，就是当你痛苦的时候，尽量不要跟别人说话。哦，我觉得你要找一个好的 timing 然后跟这个人说话。你俩打一架吧，对吗？就是他说他痛苦，两勾起了一些回忆，不是两个人都有对的，也有啊，哦，两个人其实讲的都对。这个就是以后的 TMI，以后有 TMI 环节再告诉大家好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然后我觉得是忍。先忍住对吗？然后先了解这个人，然后你有时间的话，你找一个好的台。不是，他是说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就很累的时候。有点累。啊，很累的时候。真的有方法吗？没有办法，我也不知道。我有一个，累是没有办法吗？但是你回家的时候，你做一个东西可以让你轻松一下，比如说什么 light the candle， 然后。听这个片段说你怎么说呢？点蜡烛听钢琴。钢琴，或者你可以在家喝点小歪，吃小歪，然后看你的猫猫。望下，这个很好。这个是他说的是工作的时候。工作的时候 ，ing。所以我说了，在工作的时候没办法训练，但是你工作结束之后，最后要找一些治愈的方式，治愈的方式。但是如果工作很累。换一个工作就好，不可以啊，你不可以，可以，不是，他工作很累，但是他要有收入的话， okay, I give up 那 OK， 那他可以换一个，劝不可以，他劝取一个他喜欢的工作，没有，如果他真的是这个工作喜欢的话，哦，他很喜欢这个工作，但可能是其他的，他说这个方面的，我也不知道他其实没有什么，他是到底是身体的还是心理的，这我真不知道，不是我问的这个。治愈的方式，治愈的方式。OK， 那下一个问题，有回答到吗？这个可以，没有有吧？加油！反正就是加油回答，加油对。还有你要看，仅仅个人意见。我们治愈啊，治愈。我抽了。其实可以放个开心的。我抽了三个。还在久。OK， 最近最开心的。一次是什么时候呢？你先放。是我们的对吗？对，我们的，我们开心的时候。随便，你自己的也行，我们的也行。最近开心哦。回到了这个问题。对，有，但是想一下。哎，你们先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说吧。OK， 我觉得是我们在印度尼西亚最后一天的时候，最后一天晚上很开心。嗯。你不听，没有听我们说话是吗？什么？啊，我听了，我们说什么？说什么？最什么什么？你说一下，最难过的事情。对，最开心。最近最开心的事情，我知道。OK， 是吧？你们是吧？我是印度尼西亚这个人。我是最近就是大家录音完了，我去听录音的时候。OK。听录音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啊。主打曲还是？啊，收录曲。都行。啊，都好。都好。哦。你们要听吗？对，最开心的。一个一个问。对，一个一个。最开心的时候。他们也知道我们一个一个的最开心的。啊，录音的时候最开心。OK。啊。Henry 呢？我跟你们在一起每天都开心。哎。出去。哎，我也跟你。哎。我的爱情受不是，我有一个你一定很你说，就是你还在跳鱼的时候。对，我跟他打游戏，收就是那个一打一，我赢的时候非常。最近战绩是2-0，我很输很多。我赢多。他赢高二。我赢得多，我真的赢得多。那你呢？我最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刚刚我们就是有个动作特别搞笑，我看德军就我们三个人一起就是。
像侄子说的，特别是我看他的表情，你也许不要那么大胆，没关系，不要让人需要。OK， 笑得老爷爷。很难啊，很多，因为很多，所以很难。还是因为太少了。经纪人的脸色都变了。变吃 chicken 也很开心，吃那个 chicken。再问他，再问他。再问他，他的。哦，我这个时候。我是这个微微回来的时候哇我也是其实我也是哦但是这个很开心因为我们六个人都在一起然后吃东西然后一起聊然后玩游戏的没关系想不到也可以可以下锅对没什么开心想不到没关系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你们要是知道我刚刚抽到什么东西的话， okay. 你们一定不会想做。哦，我看一下，你看一下。不是这个，又是什么撒娇装置？原来是我们的。不是啊，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吧？不是不是，这个是我刚刚是这个。啊，我看看。啊，一个最后吧，这个最后吧，最后这个最后，这个是 highlight。啊，这个最后给他。为什么要我？你刚刚不是对我说了好几个吗？对啊，有没有路易贝拉里昂的最近的 TMI？ 哎，我有。哎，我发现那个，我这次回来很久没有见他们了。贝拉和那个路易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变化，但我觉得里昂变大了很多，大是吧？他变大了很多，他像一座山一样。运气吧，很可爱，很好抓，很好抓，像一座山一样，很好抓。像一座山一样，你可以说它变大，是我们新的舞蹈动作。看看他给我们表演了，我就解释很多，因为李昂他是有肉嘛，他是 muscle cat， 对 muscle cat， 对 cool。然后其实我觉得利昂他是那种运筹帷幄，就是为了以后，然后储存很多能量energy 在体内。但他脸还是很小。对，利昂这样做的时候，你觉得山一样。活着的。那哎，贝拉最近有什么TMI？你讲一下。所以贝拉还记得他。对，贝拉，他们仨都好像都记得。对，贝拉好像还是很乖。因为贝拉如果看到陌生人是会叫的，那天明明就这么久了没看到你，回来还是很热情的。对，会有一个TMI啊？什么？因为今天我买一个猫的啊，猫的那个对，减肥用的那个站轮，然后突然被别人牵进去，然后跑。就抱我说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一样，我也想跑。我问过他，我可以吗？他说很贵啊。就是那天晚上，他刚回来那天晚上，哇，这什么样的神奇、啊？我去哪个去，然后我回来一遍。真的很夸张啊！我什么时候这样子？你真的，我也在旁边看的。啊，他说啊，路易你走开，我进来。哇，越来越夸张了。对，我看到的不是这样，我看到的。你不在的，你让，你让我进去，没有，那这就是不一样的对待，你知道，我其实我也想试，但是我还没踩，我只是放一只脚进去，然后天就说出来，出来，我还进去他就不给，对，为什么我是不小心滑进去的？不是我故意，那个东西很难，不小心滑进去，特别小。他真的是从最坐在地板上滚进去的，然后轮在旁边是这样的。到底是哪里？我要试验你。OK， 我刚刚抽了啊，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是，想知道你们每个人的 MBTI 这个很简单，这个简单啊。ENFP。OK， 都是一样的 INFJ。我是 INTJ。ESFJ。哦 ，INFJ。LOVE。I love you, baby。我以前很久以前是 ENTP， 但是我后来重新做了是 ENFP。哦，你没有做两个。我们在这边吧，你的 MBTI 是什么呢？在这边有。你要我说什么？要不你先说。有意思。有意思。啊，
我是四个字。你的 MBTI 是什么？WAYB。加字拼一下。我的 MBTI 是 YOUR。YOUR。啊，我的 MBTI 是，好难的四个字。啊，三个也没关系。哇，我现在想不到啊。我的 MBTI 是 CUTE。QT。哦。你这个太小了。啊，英语课没白上。JOKE。哎，JOKE。我的 MBTI 是 BEAUTIFUL。啊？我要。BEAUTIFUL。啊 ，beautiful。啊 ，beautiful。我的 MBTI 是 TTYL。Talk to you later。哦。哦，我要亭亭玉立呢。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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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JOKE。JOKE。等一下，明明是 SEXY。哦 ，SEXY。什么谁？是我。SEXY 对吧？我是 LSEXY。我觉得你是。Sexy。我是 ABCDEFGHIJKLMN。来，下个问题我来了。成员们有什么缓解压力的方法吗 ？Memo 的 stress 有啊，这问了我们四年了，这问题。我们三个最近就是变成五人听，然后吃个 cheese， 然后就聊聊天，然后就解放压力。还有明跳。我跳伞，你跳伞解放压力？伤他确实是，我真的是为了这个去跳伞。对，你呢？我喝咖啡。真的，我每天一杯咖啡。咖啡不行了，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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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一杯咖啡，真的就很舒服。哎，那你可以，我也想要解放压力，你可以就是每天也帮我买一瓶咖啡。啊啊，关他什么事？买一杯咖啡，你还欠我一杯哦。哦，没听说过。我有一个，我经常在宿舍在一个人说话。好，不是这样的，不是，跟真的有什么冲突？不是这个，不是一个人说这样，是啊，我可以给这，这个是好笑的东西。你说嘛？看很多人，可是做那个그 YouTube 보면서어네그러면따라하는거그진이마트로연연기마트로연기연기有演技，我也会啊。我也会啊，而且这个很，其实我也会，还好笑。我也会。不能睡觉，我也看 Netflix 可以那个猫的那个剧。啊，不是这样的，黑撒。哦，对，里面人在就演戏嘛，然后就装那个样子一起。你们看什么？什么都可以啊。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对啊。啊，不是在问。啊，我最近在看长眼。Pass. 来，水哥。很好奇成员们最喜欢的季节都是什么？ Oh, 멤버들이가장좋아하는계절은무엇인가요？这真是最近的问题吗？秋天。有人。秋天，我一。我春秋。哦，我是秋。等会儿，春的举手。春秋。穿一个春歌是吗？穿春秋三国。其实我有这个太阳的 season 都喜欢。那就 summer， 那就都可以，都有。然后第二个那个夏 summer， summer 夏天啊，不是什么夏季？对，夏季。夏季没有吗？秋季。秋。好穿衣服是吧？哦哦，我秋天出生。Winter。冬天。冬天运动的时候 OK。运动的时候，运动，我好讨厌。哎，拍 MV 的，哦，哦，但是你可以去那个 snowboard 啊，但那个好玩。确实是，但是我可以，我也玩了，我可以问你，你没毛干嘛？哎，我们打毛球，你我很厉害。羽毛球真的厉害。Tennis。OK OK。对，那我问你们，你们最喜欢在哪一个季节拍？最喜欢冬天。冬天。啊，对对对，干嘛？没冬天。秋天。因为你秋天，因为我是冬天，冬天因为冬。你冷吗？但是你一起跳的话，你热。但是你拍容易感冒啊。没有啊，但是你那样的话，你就很消肿啊。冬天很冷，你要穿一个很凉快的衣服，你就很冷。但是你不肿。对啊，不肿啊。
不行，我有阴影。我之前冬天零下几度进入水里面。啊，冬梅菜，是吧？啊，对，哦，哎，是啊，对，冬梅菜。它有两次吗？一个是我们拍这个，啊没有，啊你啊，那个不是，啊，那个不是，我们拍高浮的时候不是很冷吗？很冷的，所以我在那个桥上，我对对那个，所以我冰块了。对，你穿白色短袖开无人机嘛？对，大冬天的这样在大冬天上开无人机，还要装酷。那主要是冬天，你看怎么跳舞？像我们汗多的人怎么跳舞不会出汗，对吧？哦，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好处。也是我，因为你一出汗，然后妆又花了，又要花很多时间去修整，你不是很麻烦？有道理，是吧？你夏天绝对拍不了，我们有夏天拍过，没有。Kickback 是秋天啊，是吧？很热，是吗？没有吗 ？Kickback 我怎么记得是秋天？我记得是十月，但是不热，十月份那个。是外面很这个。Moonwalk 不是 Moonwalk。哦哦。Moonwalk 是哪个？哎 ，Moonwalk 其实很累吗 ？Moonwalk 是在野外那时候很热。对 ，Moonwalk。Moonwalk 对吧？啊，他们去，没事干，他们去，他没事干。OK， 那我们去看一下 Instagram 的 tag 吧。还有一个吗？没有，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要不然再抽两个，随便再抽两个，我们一起看啊。别抽粉红色那个。好。刚刚微微把之前那个丢进去。董思成有染眉毛吗？有吗？没有。OK， 最近在听什么歌？一人一首。最近在听什么歌？听什么歌？嗯。立马翻阅。你在听什么歌？啊，我最近很喜欢听。举你的 Not About You。哦。Yeah。我最近在听。那首。看一下。哦，我说我最近在听我们的新歌。就差不多。就差不多说的。就差不多说的。你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那你好久了，可以说。对啊。没有，是全部的，我在听全。对，我也是。那有什么不能说？我真的是，我会天天循环。没错。对，循环那个歌单。就大概几首。啊，这个就什么？过分了。什么？名字叫什么？你不要听吗？脸色都不对了。不要听吗？你不要听吗？这个嘞，天哪！最近，我们的歌被你就想，但是最近对绿茵很多，所以一直听啊。可以说啊。那个，你最近听很多那个乌兹卡的那个啊，对，对，我最近在听很多的是，刚刚是我们的新歌，那个是啊，那个云丝 ，ST127的云丝啊，哦，那我也听这个，我也听着这首歌，真的好听啊！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你呢？我最近在听 Flower。Flower。啊，花。哎 ，Yep。哦，我最近就是有时候看手机嘛，我听到很多摇滚。摇滚，不会是打鼓的人。那我知道。我最近听很多这个 Say Sorry。鸟声音，因为你知道我每天会出去看这个鸟声音啊，但是因为它是为了给猫小猫看，给猫看 ，OK。OK， 那刚才另外一个呢？刚刚那个是之前说过的，还有吗？要不全部还要抽？最后出的。他等下他有个是问你想要试什么风格，我不想试什么味道了。我们都差不多都试什么味道？哦，这个好，哎，这个当麻木里挺好的，哎，这挺好，挺好。大家今年还有什么目标没有完成吗？会不会有给自己定制什么目标吗？对 ，OK， 那就其实我们都一样呗。今年还没完成的目标，我们就我们一样的，就同一个，就我们都一样的。네여러분올해아직이루지못한목표가있나요미래에자신을위한목표를세우셨나요这里是英文的，这是拼音，不好意思啊。这是拼音。大家今年还什么目标？당연한거는컴백이죠우리다똑같이똑같은마음이고인간잖아요중국말로对。未来有给自己制定什么目标吗？
另一个小，我有个小目标，再回归，赚他个两三百亿。梦想要大，真是，万一实现了，对呀、啊，万一可以的。这个真是个小目标，可以小目标，小目标。哦，挺小。还有，好，这个 CK 要黑。哦、那 concert 他们能招谁给有黑？哦，就是比如说我们去任何一个地方，然后表演，就 concert 一两天，然后呢，但是我们去大概四五天，就其他的时间就玩。啊，这边玩这边。就是安分啊。你来吗？这是我。对啊，希望家人身体健康。自己是身体力。干嘛笑啊？没有啊。目标我、哦、我真的觉得挺好的。挺好的。那有没有就是保持现状的？对对对。OK。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现在我一路走踏实了就可以。OK。这里好热。很热。是因为我们坐在一起。哎，有个我们这我们的微信你们他们的小目标你知道什么吗？什么？收购 SM。哦。哎，我们收购 SM。等你等你。等你哎呦。拜了拜了。还有啊。拜了拜了拜了。这个 Pen SM。嗯。哎，对了。他想买 SM 啊。对了对了，你有什么生日愿望？快到你了。嗯。哎。啊，先是你。再到你。哇。哇。OK, okay.。我来看 take 吧。你有什么生日愿望？生日愿望。生日愿望。喂、哎，为什么他给我脸马赛克掉了？啊？你脸马赛克掉哎。嗯。给我们。你看、啊。刚刚脸马赛克。对啊。刚刚有啊。我看到了。哦。他刚脸白掉了。你看。哎哎，是不是开了那个滤镜啊？是不是什么 filter 的问题啊？是不是你刚开了什么滤镜？滤镜啊，谁摁的？肯定是滤镜啊，这个是啊是啊，你看，哎呀，哦，你摁一下滤镜，在哪里滤镜？你脸直接滑，你脸为什么不能播了吗？什么你的？你看你的脸不可以播、啊？我没有都一样，是你是、嗯、肯定是滑到了滤镜吧？没有，我刚刚连碰都没碰呢。你的脸不可以播、啊，我脸不能播，没交白权似的。OK, Instagram 的 tag, let's go. Oh, OK. 等一下 ，I you can watch my on my phone. Why don't you say it earlier? Okay. Okay. 怎么看？啊哈哈哈！哇 ，CC 杨，我给你点个赞，谢谢。读呀，杨洋。等一下，他有好几个语言我看不懂。당신은너무재미있습니다말편하게하세요 Henry, kiss me! 아그는한국人 Kiss me, kiss me! 不是我是좋아요公主 2.0! 와맞아요公主 2.0 有一个有一个진짜우리건강중요하니까건강조심하세요피부조심하시고잠을충분히주무세요와감사합니다마세요不可能没有妈没没点都是唱都是唱都是唱我爱你哦、oh, sorry 我也爱你 OK 好了 Q 哦呦呦呦呦呦呦呱呱的啊我的发色是什么我也想染我这个是深蓝色然后掉成有点浅绿色我也掉我是掉我是掉成掉我是深红色快变成粉色了现在但没有你这个好看就是把的真的你这个比那个全亮的更好看是吗真的我已经说一天了杨杨杨杨杨杨给他比得到真的假的这到底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做个人吧大家你얘기하고싶은거있어肖俊 you here please why 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东西不能说主要是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就啊就这个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没有一天是闲下来的对哦我们没有一天是新的情况所以你一个那个重我的屋里紧张紧张我这个对那是真的是非常忙的一个这个专辑准备的期间재밌어그맨날이런새로운안무도배우고이렇게같이합을맞추는거재밌어오랜만에哦对哦，然后我们不是过一阵子要去那个泰国吗？对，到时候也会有我们这样子的舞台，我们几个人的舞台，有好几首，有几首歌，五六首。哦，对，所以大家可以多期待一下。有，对，好多首啊，好多首歌。啊、不能说了，说是说了，不是，就是这样，说了，他说哪来的五六首？他什么意思？在说什么？没有五六首。对，各位今天，我们叫五首，我们今天戴口罩是，
哎，还在指指点点的。对，你别是不知道说什么？不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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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不要再问了。Stop. Rewind. Turn back time. 去完泰国还要去菲律宾。嗯，马姐，你别乱唱，让别人误会好不好？没有，就是我自己唱这歌而已。别人会以为你要表演这首歌。没有，我自己唱一下。我挺喜欢这首歌。我当然喜欢，这首歌开头绝了，我跟你说。好了，那。Okay, 今天薇薇当坏人吧，薇薇啊，今天换你当坏人。后面还有什么？没有。啊。嗯，差不多。对。今天薇薇当坏人。好，那我就。你要站在最前面，然后。对，我要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这个我们接力直播的这个活动的最后一次直播。没错。Relay 直播最后一次直播。Relay Final Round。但是不，大家不用相信，是因为我们结束这一次直播之后，后面才会有后面一系列的东西出来。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结束这个东西，结束这个直播之后，才会有后面新的东西出来。所以大家期待后面的东西。Yes。没错，我们像我们下半年的这个活动的计划，活动的计划的一个大方向呢，说实话也在那个 contents 里面有说了，大家到时候可以通过 contents 来确认一下，没错，然后看一下还有啥，就请大家多多期待吧，真的这次后面其实是还是真的，明天也有很多哈，明天有的忙，明天还挺有意思的。OK， 好了，那录音就换人，行，那你走，你去前面把你的灯关掉，好，就关掉，然后我们在这里拜拜。啊，结束之前要一起摆 pose 供粉丝们截图呀。那我结束之前一起摆 pose 供。那薇薇在最前面。你要在最前面，没关系。OK， 我一二三，然后我们一个 pose， 一二三一个 pose。OK，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啊一二三，啊一二三，啊一二三，够了，啊一二三，好了，啊一二三，也不晚，哎也不晚了，也不早了，也不早了，大家也睡觉，也不晚了，我再来个小时。你说的，想要跟他们聊更久，但是还有，我要跟他们聊更久。哇，老董没想到。拜拜。拜拜。Henry，say 晚安。